小朋友，早上好！今天我们做创意写作第49啊，讨厌的冬风，冬春夏秋冬啊，你会了咯？冬是 winter time，the wind blow during winter time。OK，他说这个风啊，这个不是 cloud，就跟你讲风，他好像一个啊顽皮的小男生，他一会儿呢吹向东。然后他另外一下子呢，一会儿他就吹向西，那一下吹东，一下吹西，一下子 a wind blow to the east, a wind blow to the west, OK, 一下一会儿就是一下子嘛，啊，整个叫 yeah, OK, blow 很不可东方，东方是提莫啊，整个叫是一会儿。一会儿阿邦，一会儿是什个叫嘛？他吹向西方，barat 西是 barat 呐，你看，一会儿他吹向东，一会儿他就吹向西啊，这个是风来的。OK， 啊，东南西北，今天你学什么？东南西北会吗 ？North 是北，南是 south， 东是 east west 啊。东南西北，所以这个东风，冬天 the winter time wind a wind blow to the east, a wind blow to the west 啊，一会儿吹向东，向 is towards, OK, 向东 ，OK, towards the east, towards the west 啊，一下子吹向西，那一句了哈，啊，这个你的地球啊，东风在这里。为什么老师讲这么多？哦，原来我要教你哦，这个地球的话哦，如果那些国家 those country at North Pole we call 在北方，在北半球啊，这边是南半球 ，OK 啊，这样子了啊，然后啊，为什么又看 Malaysia 的 map？ 因为要教你东马来西亚，西马来西亚，这个 Malaysia 呢，它 actually 啊 two pieces of land 两片的、啊、Malaysia 不是一个 land two pieces， so separate by 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叫做Southeast China Sea 啊，然后这边的叫East Malaysia 叫东马来西亚咯，这片 Sabah Sarawak 在这里啊，西马来西亚是我们住的 Kuala Lumpur 啊，在这边，所以有分东和西啦，东西。OK， 读卡啊，对了，没有错，这个东风啊，东风 ，winter wind 啊，东风，哎，不是风哎，你要看啊 ，fen 啊，我们每次没有读好来，我们每次东风啊，不是 fung， 是 feng，fen 东。分 OK 啊，当你们录 video 给老师的时候要小心这个啊，分东风啊，不可以懒惰啊，不要东风，好像 DJ John 有时懒惰东风啊，东风，调皮是 naughty 啊，你看 DJ John 的这些以前的小朋友啊，他们的样子做一个调皮的样子是这样子的啊，调皮 is a mischievous 是调皮，naughty face。OK 啊，nakal mungkin nakal 啊，阿邦调皮 is nakal mungkin nakal， 阿邦 mana？ 阿邦 ada 的？阿邦 mana？ Oh， 阿邦 is not here。哎，阿邦 ada 啊？阿邦调皮，阿邦调皮，调皮 is nakal 啊，调皮做出一个调皮的样子，小男孩，挥挥挥，一会儿啊，一会儿。A while 啊，就 circle job matter 啊 ，circle job 啥哈 job， 啊 ，circle lead matter very fast 啊 ，a while 一会儿，吹 is blow 咯，吹向东 ，blow to the east， 吹向东，一会儿就吹向西 ，on blow to the other side，towards to the other side， to the 西方，雪花 snowflake。雪花 snowflakes，
使劲就是用力啊，这是第三个喃喃的字啊。除了刚才发抖，还有压断，还有这个使劲，使的意思。轩瑞使 means use， 轩瑞使就是 用啊 ，use。Yoga Saran, Yoga Nishan, Paul Adrian， 的使的 meaning here means using。Jing is energy， using energy， that means you use lots of effort 啊，dengan tenaga yang kuat。云安使劲就是很大力，用了很大力去做一件事情啊，使劲的什么吹啊 ，you full energy to do what blow I think 啊，使劲用力啦。简单，晴雯老啊啊 ，Evan 老师使劲老会讲用力啊，用大力拍打，不是吹，拍打。那个 snowflake 呢，它吹到你的脸，哇，好像 slap 你这样，啪啪啪啪啪这样子拍打 ，tapping 啊 ，slapping tapping 啊，在我的脸啊，脸也不是脸啊，脸那个汉语拼音 ，Evan 不是脸，不是 n i 啊，这个脸的汉语拼音是 l i a n， 你注意一下 啊，因为我们每次都是讲不准，我的脸没有啊。脸 ，le yan 脸，我的脸啊，我的脸，嗯 ，face 啊，冷啊 ，too cold 冷咯，两点水不是三点水，冷啊，冷到我一直，直 is continue non stop， Paul Adrian 直啊，直 is non stop， keep on 啊，直发抖 ，continue to shivering， 然后冷到我一直发抖是 shivering 咯。发抖，白雪是 white snow， 白雪，树枝 branches， 树枝压断啊，你看这里，等下你会看到很好笑的啊，压下来 press and then broken 啊，那个雪很多，把那个树枝压断了，那、啊、把树枝咔压断了啊，压断，可恶啊，那、啊、这个老话，这个是二。是吗？恶人 ，OK， 轩瑞，这个是恶，恶是凶恶的恶啊，那个是凶恶的老虎，凶恶的狗。但是 Evan， 你看这个可恶不是读可恶，在这边它换音了，它的汉语拼音换了 ，no longer 可恶。Paul Adrian， 你是看这老师吗？还是你在看 game 看 video？Paul Adrian， 你是在看老师吗 ？Focus 啊！眼睛不要转来转去啊，你眼睛转来转去，我觉得你没有在看我啊。Sometimes teacher will spot whether you are listening or not listening. I'm look at your eyeball will tell me. 啊 ，if your eyeball is keep rolling like that, that means you are looking at some other thing. 哦、oh, ，focus 啊啊，哎 ，Abang Sana， Hi Sri， okay， 可 okay， so the 可恶凶恶是那个恶 ，okay。在这边的时候，你看 ，wu 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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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就是hateful 啊，不喜欢的，本气啊啊，他讲这个东风，你不喜欢他，因为他又拍打你的脸啊，又把树枝压断啊，所以他是你本气啊，不好的东西，可恶啊，让人家不喜欢的，可恶啊，欢迎呀，不是恶，是恶了，可恶。OK， 读短句。东风是一个调皮的小男孩。东风是一个调皮的小男孩。The winter wind is a playful little boy. 啊，调皮的小男孩 ，budak yang nakal. OK， mischievous boy.他一会儿吹向东、啊、吹向东，一会儿吹向西，一下子就、啊、吹向另外一方 西方、他把雪花，这个东风啊，这个他就是讲那个风哦，那个 winter wind 吹到我的头上 OK， blow to my head， 有些那个雪花吹到我的头上，又怎么样啊？使劲用很大力的拍打我的脸，
那个风，你看把你看这样拍打那个风啊，很冷到我呢直发抖啊， non-stop shivering， 直就是 continuously 啊，打很低很低，shivering 是跟大啊，跟大。他带来的好朋友那个风哦，他肯定这个 wind right sure come together with the white snow 白雪啊， come together 由东风就有白雪来了啊，风吹了白雪也来了，也跟着下雪了，吹风下雪了，把树枝压断了，你看啊，那个雪那个风吹把雪带来了，这个雪呢越下越多，压在那个树枝，把树枝压断了。OK， 你说这个东风是不是令人家很生气、很讨厌？hateful， 没有人喜欢他，很可恶呢？你说他是不是很可恶呢 ？OK， 我再做一次啊，好像 explain 多过读这样子的，跟着老师读了我们就去玩 game 了啊。东风是一个调皮的小男孩，东风是一个调皮的小男孩，阿邦一棍啊，他一会儿吹向东，一会儿吹向西，阿邦向这个意思，阿邦蒙哈勒 OK， 很不蒙哈勒Ara dimu, OK. Cui is hempus. Xiang is menghala. Hala is towards, towards the sea 边，看到吗？吹向东，吹向西啊。吹 hempus, Xiang hala, towards sea. OK. 他把雪花吹到我的头上。他把雪花吹到我的头上，又使劲拍打我的脸，冷得我直发抖。又使劲拍打我的脸，冷得我直发抖。他带来的好朋友白雪把树枝压断了，他带来的好朋友白雪把树枝压断了。你说 What do you think？ 你说他这个东风啊，是不是很可恶呢？是不是很令人讨厌呢？啊，很可恶啊，令人家很不喜欢他呢。好了，完了。OK， 到你要。